伯乐乐找了份新工作哦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伯乐乐在这个快递站工作。一个快递箱子，首先扫描一下，扫描完再来称重，再传送过去。搞定啦，伯乐乐要去送快递，把快递箱放上车，这样就可以出发送快递了。咦，波比有个快递还没送到，波比的快递在这里呢，同样先扫描，然后称重，再传送过去。好了，打包完成了，最后装上快递车。波乐乐出发啦，给波比送快递。来到波比家了，波乐乐下车，把快递拿下来。波乐乐的任务完成啦，艾迪也是有个快递没收到呢，这是艾迪的快递，同样的要先扫描，然后来称重，再传送过去。快递拿去给波乐乐，然后波乐乐再把快递箱子装上车，波乐乐可以去送快递了，给艾迪送过去。来到艾迪家啦，波乐乐下车，把艾迪的快递拿下来。好了，继续回去工作。小猪卢比要来寄快递呢，波乐乐过来收快递了，下来把快递装上车，好大一箱啊，然后把快递箱子运回快递站。